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看三国杀就看 BBD，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牌牌，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你们的支持这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玩旅饭真菜逼，不吃瑞和，给我看乐了啊！这个。也是病来如山倒啊，病去如抽丝啊，这病来的时候很快啊，病去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很多天了还没有完全好啊，但是呢想到大家也很想念我啊，我也很想念大家啊，所以还是跑来跟大家逼逼两句啊，这个来个视频呢、啊、你们开心一下啊，我也开心一下可不可以啊，反正你们是开心了，我能不能开心呢啊，甭管怎么样啊，嘟一声哨响啊，比赛开始吧。第一局，主视角 ID 叫云学家，这也是我一个老粉丝了。这边选项的话，于禁张辽或者于禁许褚啊，别的将都太 low 了，入不了你们的法眼啊。看看这边于禁许褚。于禁许褚就少摸一张，但是多打一点输出，假装自己是曹营是吧？啊，摸四打二，帷幄之妙。好，决策这货直接亮将，开了个无中，真牛逼！你的巡游就是这么玩的是吧？陈家二少爷，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玩的巡游啊，有点东西，有点实力啊！快快收手！你看，马岱表示不能忍。虽然你并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你对我精神造成了伤害和侮辱啊！我要从精神层面上警告你啊！呵呵，我要揍你，那揍吧，吴世勋啊，毕竟看起来像个吴国人啊，呵呵，精神吴国人啊！流放，愚者天道大的，揍吧！有义德，这怎么还有蔡文姬啊？一个人，然后有蔡文姬，有张角，大群吗？张飞在此，好。这里咋说呢，你想救就救，但问题是你救了他会给你翻回来吗？他给你翻回来其实还行，挺赚的，而且你救了他在别人视角也不一定认为你一定之位啊，因为你可以能骗翻回来啊，这种事就不是少见，但是就怕他不给你翻回来，所以不救就不救吧，这个都无所谓了。好，哎呀，不知道是真报仇还是假报仇，反正有点像大群了，怎么办呢？魏蜀都翻了，然后出来个大群，啊，张角在这儿呢。那这个肯定是啊，刚才不是魔法眼里的，刚才是准备阶段的。庞统，庞士元，铁索成舟。张角一道雷，劈不了狮子，啊，劈了个庞统，总感觉哪里有点亏。火杀。这个人不配合，就不配合，你不会杀庞统吗？杀庞统不就配合了吗？庞统的铁索成舟是何意义？好，这边亮了一个孔柔，给张角牌啊，咱们反正中，忙我者必杀。好，你队友忙你了，你怎么不杀他？自个数，还有法团长张角嘛，又打不出什么压制力，他也不是什么主动性武将，除非藏个左慈。那你看他像吗？明显不像啊！这边吃定也无声无息中扔了，这里咱们亮一个弱将，这样嘲讽啊。许褚这个亮反正也没什么嘲讽。凤雏岂能消亡？这一下炸了，追忆，你不要这么打呀，兄弟！顺手天眼，就为了顺，这不是炸了吗？你老老实打刘备不行吗？哎呦，这里甘夫人追忆了一波黄月英，黄月英要起飞。啊，又全捆上，但是这回你总能杀中了吧？啊，这回你再来个火杀，好，趁机把藤甲脱了，啊，看一眼，不关键了，恐龙是什么？什么袁绍啊什么的都不关键了，就看黄莹莹这波关键不关键了。以德服人，看他拿个什么技能，火杀没拿什么技能，反正杀队友无所谓的。其实有法证出来了，跟刚才不一样，完全可以不连自己。其实甘夫人完全可以不连自己，也可以拿猎弓的。
难再续，过往难再续，哎，你看咱们回血了，哎，你看我随便说了一个还真是袁绍，但是袁绍有用吗？好像没什么大用，试试吧，这边竟然还有卧龙此等神物啊！弓箭手准备翻念，啊，都逃不过我，没劈中那就没戏了，反正至少群雄是没什么戏了。两个桃子也射了，有点力吧，反正日子过不下去了。天有八门，地有八方。啊，蔡元基说是刚才换了个桃是吧？你收不掉的，你放心，蜀国有的是货。那看看咱们能不能收掉，咱们手握决斗，别为乐。新派对了，哟呵，这也还不寒冰是吧？你挺自信的啊，自信自己有兵，觉得无所了味。如此，没想到有余烬吧？没想到余烬可以给梅花吧？换一下，但不换咱们也天怒了。这是你没想到的吧？直接大战300回合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准备把他抬走，一发决斗，一个桃，哪一手？方能使得万年船。小心，方能使得万年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斗卧龙好一点？都逃不过我的法眼。好，这边张角也换到了一个无懈啊，直接反打。毕竟张飞还10张牌呢，那很恐怖。咱们试试能不能带走张飞，因为袁绍射过了，他很可能没闪的。你不要觉得他牌多。但他如果真有闪，那就有呗。总之你要把他杀了啊，你不让他动啊，你他动这个牌，你觉得能赢吗？兵粮寸断，杀掉。但是目前还没赢，呵呵，看看后续发展局势。有一种兵，黄元婴可以收掉孔融。好，不收。孔融表示与我无瓜，射了俩桃就跑。毕竟是掉了两个桃的男人，如此防御，那给刘备。如何来破？刘备这么刚呢？刘备就是不让你爽，你爱让爽不让爽。这里不用裸衣了，都没牌了，就没有桃了。杀！好，不值赛，先把他弄死。嗯，行，确实，要不然你有可能打不过这个刘备。刘备一会儿不停的塞给孔融牌回血。乐不思蜀，乐住。这个余烬还是不能断的。当然这两个人要苟合了，给牌杀劈你，你现在最厉害，没问题。坏了，两血被压乐，如此防御，看你给张红杀不影响，不能给刘备啊，因为给刘备会让他仁德加出杀继续劈你，非常的舒适。这把刘南蛮刘杀，你们有本事再劈死我？不可能了吧？他是个闪，你有本事一个黑桃一个杀？你现在只能回血了，回血那不好意思，不客气了。尔等千条妙计，回血我要处理你们了。无懈可击，开杀出啊，都带走，全抬走，不用客气。好，你断我是吧？有用吗？不需要啊，余烬许褚就是干你没骗的。有谁不服我啊？余文泽。如此防御，看你如何。余文泽让我想到了《潜伏》里的余则成，啊，潜伏的够深的。断肠，他的皮肤还在；如果是穿心啊，就变成士兵了，就尸骨无存了。接下来咱们看第二局，第二局主视角还是叫靡靡之音。在哪里？是不是靡靡之音？我就想到这个。这里可以选何太后、蔡文姬，也可以选老沙。其他的是魏国就不厉害，司马懿、曹操太被动了。他选了一首蔡文姬、何太后，没玩老沙也可以。蔡文姬、何太后也挺强的。一号位有匹驴还可以，就不换了吧。毕竟一号位嘛，你可以把驴骑上，你甚至可以蔡文姬抢个手量。但是你说我不抢左慈，不抢袁绍的手量，那也可以。画符，
唐伯虎夜闯华府吗？过河拆桥。这么对远处的人一顿打，就欺负人家打不到你呗。无中生有。行吧，至少比打旁边人强，打旁边人家报复你。然后他说我看看，看看你为什么被打，你到底为什么长得这么丑，招仇恨。好，看完了更挨揍，看来真长得丑。丑不是你的错，红头发才是你的错，不要乱染发啊！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市民，文明的小青年。结束阶段，结束阶段就避孕或者是聚首啊什么的，缘故侧翼啊。商龙，休想全身而退。手牵羊，这应该不是吴吧？吴，你打法正就得了，还要去打其他人，吴的可能性极低啊！哪怕只有一魏群啊，什么浪，我也不会放弃。有人说魏国才浪，现在群也不挑拣。快滚回去！很多群雄依仗着左慈的威名啊，狐假虎威啊。没啥。他说我就是左慈，我就是虎，我不是狐。哦，我错怪你了，原来你是虎，怪不得呢。阿斗啊，这烂牌，三血孟获姜维啊，好好的四血不全。顺手牵羊，他是董卓嘛，他上来一顿干，然后什么牌也全出了，顺一下看一眼又干。你也是群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吴吧，吴没必要去非要去得罪吧。啊，吴也得罪，行。那你是真膨胀，我觉得吧。在这边群位有势头起来的情况下，你不要再去得罪吴国了，看人家立刻杀一刀。副歌倒甲，就一其实吧，这跟做人一样，就有的时候吧，你真的不能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是你可以有些仇人没问题，但你不能一个朋友都没有吧？想全身而退，你这真的是想一个朋友都不想交是吧？那一个朋友都不想交，最终必定啊落败啊！弟兄们。好，直接开，不等，等不及了。看你是什么将，还是什么手握大杀器？应该不是袁绍，袁绍应该先射，再呼唤其他队友。好，借刀，他一看不行，你失大了，借我的刀。庞神，片甲不留。那连弩起来了，想救就救。就给你补一张，不过左慈也 OK， 左慈还嫖个魂呢，好不给，全是杀是吧？乘胜追击，杀杀！看起来大，咱们这个胜利在望啊！一会儿西乱一出，稳的一匹。好，你杀他就没道理了吧？长沙没有跃进吧？反正目前没看见有跃进吧。他是魏吗？他不卖血是吧？哎，反正你也不看读条的，正常。我估计是大概率是貂蝉，杀吧，杀敌无惧。反正他血少，你杀他呗。在他眼里谁血少，我杀谁，我还管那些？就你血少，你血线嘲讽。好，然后主视角说不亮，这还不亮的呀？那说明一个问题，主视角也没看出来三是貂蝉。我不能说三一定是貂蝉，但90%以上是貂蝉。当然了，你没看出来，你好好学习，对吧？你看了视频，你好好学习。但是我觉得吧，只要有两点：第一，你认真看过以前我的视频或者直播；第二，你打自己打牌的时候注意力集中，你能分析出来他大概率是貂蝉啊。好，这里貂蝉董卓还是不运气不错的，成功撸了一手。这是什么？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咱们野了，但野了你谁也不要怪，野了就是你自己，野了就是你自己的锅。好，这离间张绣一亮直接抬走，你不是周泰怎么赢？张绣经常是跟何太后一伙的，非常厉害。张绣何太后，但你们不要忘了，张绣和何太后不是一伙的时候，他就是负面计了。回合内毒他两血，他弹你是一血，直接毒啊！知道什么叫重建负面机了吗？讲道理，他要不是张绣，啊，这边原来是周泰啊，不知道是不想玩了还是什么了。按你们说的，
他不想玩了，他生气了，反正他周泰也不玩了，反正我是左慈，我真不亮张绣。快滚回去，叫你主将出来。我觉得没必要。那你亮张绣，你死了呀？负面计啊，那看来还有机会，因为他处理不掉咱们，而且咱们还有蔡文姬护理，得出来收割。谁要跟我？给这个张角角、蔡光啊，又是三尖两刃刀。总是三尖两刃刀。抬走。准备一打四了，全是我的菜。其实啊，这个局啊，说实话是不该野的，但是野了呢，由于张绣的存在啊，又获得了意外之喜。这里不要看他蛮啊，有蒙货，你看蛮蛮就蒙货手，不如自己收。小人，安敢欺吾！不要乐极生悲啊，也不算生悲吧，就是。你看见孟获以后，你很容易去，不是你没注意孟获的话，你很容易激动啊！两个男版赶紧开开开开。不过开了估计也能赢，但是呢，你没必要。不能让皇啊，小小娃娃，小小娃娃，乳臭未干。好，孟获说：“既然打崩群了，那就打崩吧。回来后你赢就赢吧，无所谓了，是这意思吗？还是啥别的意思？还是说根本不会玩？那我就搞不懂了。”反正那就赢了，我只能说张绣和何太后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很厉害，是好伙伴，你不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们啊只能互相伤害。有一首张绣是吧，其实吧，有的时候吧，你们可能看视频的时候，你们会看得很清楚啊，就看一些东西啊，无论是独条或者说一些局势什么的，你们自己玩的时候真的都能像看看我视频的时候如我讲解的一样，能把所有事情都分析得那么清楚吗？我不信的，反正为啥我不信呢？很简单一个道理啊，因为我阅片千不是那个审阅录像千千万啊。录像给我呈现的东西90%都不是这样的。所以对吧，你们也别只是反正你看视频的时候弹幕给我的感觉就是或者评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人全都特别会玩特别会玩。天衣无缝啊，什么失误都没有，但视频不是这个录像呈现给我的就不是这个。好，第三局主角 ID 叫逆天改名啊，逆天改命改名。改名简单一点吧，皮改命。这是盘老录像版，贾诩张角，穷哥们儿玩国战的大部分都是穷哥们儿吧。其实还是那句话，就老有人问我为啥国战不更新，我再随便说一遍吧，因为国战没人充钱呀，人家更新啥呀？人家公司要生存的，人家身份局一个武将几千有人买，国战一个武将35都没人买，一个旅饭。我直播的时候经常去做个试验啊，就是随机找一个路人局点进去，看他们有没有沙漠哥、吕范、张绣。我告诉你，90%人都没有的，这说明什么问题？沙漠哥都是可以白嫖的。好，这里看抢个手量。所以你们也别说人家不更，你又不氪金，你连吕范都不氪，你看看路人，你也别说你氪了，路人没氪，大部分都没氪，所以就没有意义。沙漠哥那么厉害，又不贵，没几个人有。打过，我说了打国战的没几个有，打身份局的人全有。所以啊，要想马儿跑，你还不给马儿吃草是吧？对吧？就跟我一样，你就想让我给做视频，你们也不去直播间送礼物，那能跑动吗？对吧？一样啊。好，咱们回到正题啊，可能扯得有点远了，但有些事情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想不清楚啊，所以我就在此替你们想清楚，给你们说一下，真的是这样。所以你们要真的想，好，这一法正出来，他想执法钓鱼把法正弄死啊，法正就上套了，那就弄死他吧，
毕竟对吧，二哥法正都很厉害的。休想全身而退，休了我，休想全身而退。给个方片杀可以，也可以给个刀。就是国战，如果氪金的人多起来，说实话，国战咱们说句公道话，就无论从录像呈现出来的，还有从这个，这个就是路人呈现出来的，就是大部分都不氪金，甚至连几块钱、几十块钱都不氪的。好，关羽不信，人家挂着八卦阵，你有啥信不信的？我也不明白你有啥不信的。挂 AK 断杀，你白叫关羽了，挂搁这挂 AK 断杀，奇怪为什么不给猎弓？我懂了，他是黄忠，他想猎弓他。哎，一会儿黄忠亮了你就知道了，回合外不能猎弓。一会儿黄忠亮了，你看到技能你就知道了。好，这边吃令反而亮了，什么吃粘粥菜、口中菜、文姬都亮了，那他们要打群了。看这局能劈爽吧，反正劈了两道了，很爽啊！原来这样，我说呢，我说你193级，你再蠢也不至于去强杀八卦呢。你如果是马超，你可以亮出来。铁骑猎弓亮不出来啊，打他乐住。孔融有没有左慈啊？出来个左慈是差不多了。袁绍也行，也挺厉害的。其实这个局袁绍本身吧，蔡文姬这门一血不太好射，但是有这个张养是黑的呢，那管不了。你不射红的吗？龙游沙场，胆战群雄。好，雷呢？红。好，骗无懈的，没骗出来。再来一发，有没有？啊，没了。啊、哦，乐度杀一刀行吧，杀孙坚这一刀属实没必要，一点用没有，浪费感情。不要去杀孙坚这刀，留张牌。这里还好，运气不错，天路了。好，蔡文姬是个会玩的，虽然168级，知道杀张角，知道杀张角吗？就是好同志，继续劈。一个袁绍都劈不出雷了，人家蔡文姬都能劈出来。好，三道雷了。今天这个张角劈得很爽。王平是吧？别复兴汉室了。抬走一个。好，不敢砸自己，砸孔融。拿孔融不当人啊，行。确实不像人。捆住，只能驱关羽。八卦阵拆了。啊，不驱了。行吧，其实兵没啥意义，兵不如驱虎。黄忠，那看一下黄忠技能吧。南蛮入侵关羽，挂 AK 断杀，你自己看看黄忠的技能。当你于出牌阶段使用杀，对吧？如何如何？出牌阶段，包括张任也是，都哎，就很多。其实很多时候弹幕吧，也云玩家挺多的。但是呢，不是说，我还是那句话，云玩家不是贬义词。只是说你不玩，你自己觉得很多东西是对，但其实是错的。经常就是什么有个什么借刀张任，然后什么啊穿心了，那张任也是回合外不能穿心的，也是触犯阶段技能。怎么说呢？云玩家是好事，有云玩家是好事，说明还有人在玩。但是呢，你云玩家不要太自信就行了。真的，说实话啊，这里有玩杀，所以墙上寻玉了，寻玉苦的未知牌，你不一定有牌的。就是你可以云没问题，这不是贬义词，我觉得云玩家是个中性词，但是呢作为云玩家不要太自信，就是不要自信去指指点点什么的就行了。接下来把这个黄忠劈死就行，你赶紧射呀、啊、快点，你会不会玩你这菜啊，有桃子不想射是吧，行吧，那就给，那也行。你得有红才行，一红一黑也可以。那桃子你不想吃的算了，给个梅花改一下兵也可以。好，你看这个蔡文姬，人家就老知道杀，咱们就老知道劈，一直在劈。本来是袁绍跟张角的配合，你这个家伙，好家伙，搞成蔡文姬跟张角配合了。好，他苦肉已经没了，没距离，好难受。
吃吧，啊，意思让他吃了，暗示自己手里还有货是吧？酒，哦，还有口酒，悲歌叛令堂，那直接回血吧，或者你改个翻面也行。因为你改个翻面桃拿过来也是一血，当然了，他不翻面，反正这回我准备弄死他了。不给妹，他也没有下回合机会了。冰柱，冰凉寸断。好，准备开先驱了。啊，找了个八卦阵血赚。人王盾这种东西就不太好装。接下来，哎，桃子，合一好利拿过来。道士所向，皆由我控。打这个孙坚嘛，反正就慢慢打就行了。你快点打也无所谓了，他拆牌啥都没用，拆牌又打不死人。摸两张牌，我说实话，就这仨人站在这儿，一共七血，让你砍，你都给他砍半天。你每轮摸两张，你都不一定有一点输出。哎，反正这个袁绍就属于。反正有牌就输，管你是谁，谁我也杀。对啊，你放箭不就完了吗？放箭劈不就完了吗？你不放，在这不知道在干嘛。好，又让黄忠动一下，还好他不厉害。百步穿杨，但不厉害打你们也疼呀。那不疼吗？过往难再续。梅花没啥用，但也不需要改了。好，继续崩，给自己开技能。不关键。九杀才走，神仙难救，神仙难救，神仙难救，冰柱，杀吧杀吧杀吧，你看你能杀谁？留个桃保一下袁绍就行了。他拆你，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其实加一可以扔了。天意如此，啊，不扔也行，总归留点输出牌，尽量早点把他打死，就完事了。站着让你打，而且你还得吃菜，你吃菜了你更没法玩了，你这个周菜你怎么打加小点。好，袁绍你怎么不砍了？该砍的时候不砍了。刚才不是挺能砍的吗？无中生有。当然了，这种局瞬间也没法赢，只能说看他多少死了，可能很快就死了。一个是没输出，另外中间还得吃个乐，吃个冰啥的都断档。很难赢，结果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死了。大明鱼还开饭了，大明鱼可以，咱们看下鱼吧。下一局就是什么故事呢？下一局主持人案例叫825485，这一看，这你看，这就穷哥们儿啊！而且很早以前的录像啊，指不定选出啥将了。三筐就是很早以前的。荀攸李典，好，一号位刷吧，刷 A O E 呗，亮呗，没刷出来，反正亮吧，双亮呀，不要藏了。圣乃这还藏个啥劲儿啊？双亮，无中生有。南蛮，先挂个刀。我也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视频，看没看过直播，反正这都是细节。第一双亮，第二挂刀，至于为什么自己想去，我真不想再说了，说了一百遍了。这就是你们发的录像，你可能觉得自己打的没问题，觉得自己打的挺好的，非常优秀，但其实就是就仅仅开局这么一个出牌就已经错了两处了。还看有啥看的呀？他能是位吗？他确实是位是吧？袁绍位袁绍是吧？你一个 A O E 下去了，谁是啥不是很清楚吗？你这把没有队友的，我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这把没有队友。这些都三也不卖，这些四血都不给你配合。没队友直接变，好，变了个曹丕。这个人说没队友气死了，有啥气的呀？变了个曹丕不也挺好的吗？乐不思蜀，把这个魏国乐主。放你吴国出去，好了，那在孙尚香的视角怎么判断？咱都看过了，乐他，说明他是什么呀？肯定是群啊。有人说他也可能是吴啊，他是吴，他乐你孙尚香了呀，他乐个四血吴干什么呀？过河拆桥，将军切莫推辞。拆孔融，
啥？蔡文姬、威格，只会拆孔融，拆七多好啊！拆七不好吗？好，乐住。至于五六，是我不乐四二强的，我应该会五六找一个人乐，狠一点。在这个格局下，五六，你俩都是群，我不信的。而且我觉得你俩都是群，甚至你俩都不是群的可能性更高。是什么呀？卢素吗？好像是卢素。就你这里肯定是找五六乐的，不可能乐到孙三香那个位置，没用的。好，真的路人局明示真的神迹，太强了，不舍得亮。然后九杀，九杀孔融啊，这真的路人局只有路人这种明示啊，还真有个悬，行吧。不过从乐五六的话，本着乐前不乐后的这个原则，肯定也是乐孙策的。顺手牵羊啊，孙策还搁这硬藏藏吧，反正都被收割。我是何太后，我直接把这个七乐顺了，乐到荀攸头上。一荣俱荣，你自己去想嘛。他就是孙尚香，如果没亮，你可能还不好分析七。孙尚香一亮七，就直接分析出来是群雄。你想想，他乐七是啥意思呀？这一个孙尚香，哎，算了，这个你自己想吧，你不可能是别的，没有别的。他把这个乐顺了贴给荀攸，他们这局就很稳。不贴，你看连弩到位，你们就可能炸。你可能觉得没啥，有的时候觉得哎无所谓啊，这有啥呢？这0.1%的崩盘机会，那不好意思，就是0.1%就让你崩。咱这曹丕变得非常好啊，就收拾多好，你不收拾拿来连弩啊？就虽然现在不想玩了，他生气了啊，经典台词，他生气了。那你生气吧，那你生气就别人快乐，对不对？这游戏不就是你生气别人快乐吗？终究还是要在我们之间选一个。你被乐了，所以没选你，知道吗？你要不会乐，就可能选你了。他来个你又不会野，怕什么？你不用说话呀，你这说话一会儿他万一来又来个顺把乐顺了呢，别多嘴，多嘴多舌的。乐可以被无懈掉，但是不能被顺走，乐到你头上知道吗？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好，拆什么八卦阵，有什么好拆的呀？这里必拆手牌，是我铁拆手牌，因为你们只要防住这一波，你们就有机会。你对吧？有人说，万一拆个闪呢？拆个闪，你就认倒霉呗。你拆个杀，拆个什么的，反正一拆到进攻牌都是赚的。这八卦阵肯定不用拆了。这八卦阵根本，因为就是你首先要明白一件事，这个八卦阵是不可能影响你们胜负的。你们承认不？有没有人不承认？有没有人说，哎呀，这八卦阵会影响我们胜负，影响我们大群胜负？有没有这样的弹幕？应该没有吧？但手里的牌就是可能会影响你胜负的。至于你能拆到什么呢？是看你本事。好，那就开始。有没有摊煎饼？有，运气不错。我说对面运气不错，老摊红桃。哎呀，坏了！这摊煎饼是最好的。好，摊煎饼，最后不行就斗孔融，对吧？他还手，你就卖血吧。梅花无所谓。你咋不上天呢？啊，斗你，他应该是会还手，不还手他要死。好。好，出了张杀非常关键，直接把双头翻了啊，就要用这张杀打死你，非常关键。打完就投了吧，为什么要投呀？人家还能开 OE 呢。怎么经典让人投啊？为什么老喜欢让别人投啊？冰柱一二三四万箭，就看这个万箭能不能打死了，很关键。逆贼掌权，好，打死了，打死很可能就一波了呀。别老让人家投，这里变了吧？不是，你自己分析啊。主视角这里也没有想明白，你这里分析啊，你被翻面了，你要曹丕干嘛？你这牌就一波了呀，你变一个能用的将啊，对吧？你万一变个典韦就多一点输出嘛。反正是我变了，变个催毛更快乐。当然我估计你没催毛。
看你选钱框，应该是99.9999999没有催毛的。来宠吧，天御我王啊！天御我王啊！还是我的，顺他，对，就不用顺那个袁绍了，就全留着顺他。万箭齐发，万箭齐发啊！因为这里到一个生死局了，你曹丕没有用了，杀，对吧？闪，杀，你也许有的时候就差一点输出。有人说我可以火攻自己翻他，你火攻翻个鸟，人家已经翻了，你还翻？对吧？你打死他，实在不行就开雾，打死就赢了嘛。一波抬走，没想到吧？嗯，没办法，就差一张桃，就是这么极限。你可以说就差一张桃，你也可以就说袁绍没去拆八卦，没有去拆他手里，没拆到他手里的一张杀，对吧？你就不要小看每个细节，你首先要明白一点，八卦阵是不能影响胜负的，根本什么都影响不了。好了，四局了，要不要结束？答案是否定的，还有一局，看完吧。主视角玩家叫红界风啊，又是穷哥们儿，三框随便选，庞德李傕，好。两杀一闪，你要刷什么？要刷连弩吗？看看连弩走不动道了是吧？好吧，蔡文姬说我先亮一下，欺负一手八号位，这什么东西啊？有技能好像刷二张是什么？很快啊，不是二张，约近啊。七乐离点越近吗？大无敌要不要双亮？他也不双亮，他说我也是群友、啊、行，什么恐龙啊？你看就凡是不双亮了都遇见恐龙了，携手同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携手同心，就反正我也不太能明白啊，为啥不双亮、包括上一局，好，这里咱们蹭一下，一个四血将蹭一下，他也看不出你什么。而咱们有弩，说不定要反杀他，也不怕他。咱们有弩，你他给搞不出弩来。过河拆桥，对吧？过河拆桥，他也搞不出弩来。万箭齐发，六了，再卖六，你值位吗？堂堂正正的，不卖了，给你卖一下得了，差不多得了。毕竟咱们不真是为六托管，是说我不是真想卖，我真是啥也没有，是吗？是这意思吗？携手同心，妇人之仁，妇人之仁，爷能成大事耶？好，别给蔡文姬了，我想吃悲歌嘛。携手同心，你没弩，你刷吧。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手握连弩笑呵呵。不过这个七啥也没有，你肯定死不了呀，没啥没闪的。六也一样。哎，你打他也没问题，他毕竟对吧，三血不卖，其他人毕竟五和六都是给你卖血的，你也不打二嘛，托管反正曹操后面也没管。一事破城，何谈情愿？大无敌不能欺负孔融啊，只能欺负别人。有越进，谁是越进？是六吗？好，越进，越进是个明白人，说你藏着，你肯定是个卖血的，甭管你啥卖血的，我就削你。好，他是个曹丕，你说不明白你藏什么呢？得亏越进是个聪明人，不然谁去削你去啊？而且外面名牌越进，你曹丕就亮了呀，双亮，反正是不舍得亮。拿桃子吧，那下家有可能是为抢了桃子再说吧。大片刀。这边抢啥？都喜欢大片刀啊，疯狂的抢刀。有没有绿片？曹丕叫做大聪明得了，比较大无敌了，全给他们捏。这个跃进倒是个聪明人，这牌怎么打呢？冰一下下家，还是不动啊？不动。并没有敢兵他，他因为他不一定说绝对是位。
因为毕竟场上两个位两个群，你如果出手可能会打破这个平衡，会让其他的国家妄动。坏了，他也是位，他真的是位，他在故意满血。抬走，看他是什么。好，他也是位，你是位你就亮呗。其实咱们分析一下闭环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李典没亮曹丕，导致荀攸没敢亮，也没想到自己会被翻。你但凡亮了曹丕，荀攸绝对大大方方的亮，你自己想吧。啊，当然了，荀攸本身也应该亮，他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过这个暗将吧，还算聪明，他没敢，他没双亮，他没亮，不然裸奔了。当然了，他主要是不想让别人救。嗨，但你杀妻让曹丕收尸，你不跟跳位有啥区别？说实话，你跳的不是位是吗？你告诉我，不是位，你这操作是干嘛？我经常讲，你做的动作带来的效应才是真实。你跳了这个国家，对不对？携手同心，这是本王。你就算是个吴，你做的动作你也是位，你别说那些都没有用。这里要不要卖个血？可以卖。位太多了，这边再翻一个，再慢，再放，曹丕继续慢，可以把咱们翻了，因为孔融动过了，应该不太厉害。当然，你再求稳可以翻蔡文姬，肯定死不了的。一事不成，何谈前愿？现在走，翻孔融了，是你最好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翻孔融了，因为孔融动过了，他不太厉害的。但是主视角不敢动，不敢再卖了。李典这牌实在太凶险了，你说不定就被打死了。这个二呢，反正是不想玩的样子啊。多是，哇，又要被翻了，那看来。这曹丕一定要卖啊，不要出闪啊，出闪就是怂的表现，一定卖。代劳都开过了，对不对？好，这继续翻。携手同心，没问题，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最好的选择，呼风唤雨。但是，驱雷策电，你咋不上天呢？乐极生悲了，一个万箭。九，但是他还死不了，所以刚才肯定要卖了，无所谓了。是你最好的选择。所以把这个烂曹仁翻了，觉得他没什么鸟用。可以，这曹仁，咱曹仁也不能死。死了曹操裸奔也不好。决斗，如果不是就可以让他死，献给曹丕啊，吃菜，吃吧。看来魏国胜利在望了，但是魏国就是就李典曹丕，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永远见不到李彦祖了。当你看见李典曹丕的时候，李彦祖在你手里，只要你不处于死亡的风险，你就可以偷偷乐。起飞，好，又开始半场开香槟了。经典的半场开香槟。兵粮寸断。半场开香槟是什么后果？懂的吧？桃园结义。啊，桃园结义，你又没有连弩，对吧？搞得好像你队友觉得你有连弩似的，都必赢了。欲成大事，勿拘小节。其实这时候你应该能想到连弩在别人手里呢。解锁连环。因为第二轮了，又换了一堆牌了，这连弩根本没出现过。顺手牵羊，其实连弩大概率在这个暗将五号手里。借刀杀，借刀给，来你操作吧。这个局应该把暗将和二打死。好的，防二张的，不上天呢，防吧。请收下我的膝盖。火杀，携手同心，携手同心，解决我军之危机。接下来就我说这个孔融不用翻，就接下来你就一直翻案就行，不用翻这孔融，你们就可以赢，对吧？看他怎么看他看，当然这个曹操不一定能搞到曹丕了。什么狗牌？刚才你不开香槟了吗？现在又什么狗牌了？哎。这个幺八一托管不教他们做人，强行摁给机会。欲成大事，不过好消息是翻不了人了，除非你有火攻。你还说起飞了？对啊，
嗯，经典嘛，半场开香槟，你也没办法，你没办法，你就别开香槟呀，你把香槟藏起来。我去，加许周氏都不玩了吗？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刷 AK。过河拆桥。你能刷到吗？赢一手庞德刷 AK 这局是吗？携手同心，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曹丕能不能找个火攻？找不到。这里孔融就把牌都给咱们，因为你也不给你也赢不了。好，火攻，你不要自己火攻。将军，你自己火攻也行吗？你自己火攻可以给一张八笔，怪不得一来不出来。当然这个八笔非常蠢啊，去横孔融，本来孔融可能少给一张牌呢。你横八比，你横孔融不是二傻子吗？接下来教你们做人了。你们还有桃吗？啊，但这里他不敢先灌弩，是怕对面无懈是吧？但但对面应该还会无懈孔融，不会让孔融给牌的。所以你就自己来吧。所以你不灌弩也行，不先灌弩也行，这样他们可能会放过你，让你自己开，你去找杀。好，一刀踩走，翻车。翻车的点是什么？翻车点就是你没有连弩，连弩庞德脚气卡刷到连弩不刷了，反正大概率是把连弩都得到位手里。片甲不留，片甲不留，无坚不成雄。杀你们个片甲不留！抬走，抬走，抬走！我要杀你们个片甲不留！有个乐，说实话，没有这个乐其实很危险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连弩顶不掉，如果顶掉连弩了就安全了，顶不掉连弩巨不安全。还好有个乐，这边没有无懈吧，应该是交出无懈了。可敢挡我？好，加加一翻，最后的人子过河拆桥，把这装备都拆了吧，翻出无懈来了，给孔融这翻了个无懈是吧？感觉好像给孔融翻出个无懈，还是真的是魏国留有无懈啊，那给孔融翻出个无懈。完喽，你也照完喽。还开香槟吗？要不再开一瓶。不开了，直接不庆祝了，老娘不庆祝了，老娘斯巴达了。投的也快啊，庆祝的也快啊。怎么说呢，很多录像其实你都是值得反思的。对啊。当然了。我更希望投给我录像都是精彩的，不需要我来各种指点，对吧？我也不想指点。就像有的朋友投一盘漏洞百出录像，然后跟我说 PP 你能不能帮我指出我的错误，指点指点。朋友太多了指点不过来，对吧？高情商太多了指点不过来，低情商太菜了没处出罪。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感谢大家收看这个今天的节目啊。喜欢我的朋友，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充电支持哟。咱们下次节目再见，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晚安，拜拜。